一起加油！那今天虽然没有地主国的在这场比赛的出赛，也有人有人，一起加油！来自各地的一个球迷来讲，依旧是让东京巨蛋呢相当的热闹。打球轮到的是第三棒的 Fernandez， 今天呢有一支安打，第二次是一个滚地球被刺杀。引诱性的一个变化球，我用直杀球是一个策略，打者比较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掌握，不过重点还是要能够投到好球带，对，球速落后啦，投的会很辛苦。那除了球路的特性呢，有一些针对性之外，当然就是选手当天的一个状况，没错。现在是没有好球一坏球，四局的后半，好球，好球。拿着没有出棒，这个直杀球就非常的理想。你看直杀变速球，那林玉清的整体形态哦，其实也跟一般我们这个亚洲的投手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而且这种垂直性的变化球也希望能够压制住古巴的。古巴的打者面对直杀球是确实打得比较不好，但你基本上你要投得到好球带，这球投得还不错呢。今天啊，边边角角的直球都不选，这对控球型的投手很吃亏。是，这球几乎也可以说按照捕手要的位置，所以好球带的位置要稍微修正一下。是，那没关系，球速现在一好两坏，还不至于落后，垒上有两名跑者。这球打成了一个弹跳，游击手接球之后，选择往右垒传，没有问题。那是。结束了这个棒球，这个攻势不棒。